很喜欢看你们两个玩游戏，真的。我跟你们说，我们直播间的导演们哈，就是经常用一些奇奇怪怪的游戏满足他们特别想看你们可可爱爱的画场景的这个画面。今天这个可爱的游戏叫大头贴游戏，我都没玩过。也是接力赛的这一种，一个人做动作大头贴啊大头贴，然后第二个人就重复他的动作，再想一个新的动作，然后我们就叠加进去，有点类似于接力游戏那种感觉。对，就是谁做的不一样就输了，对吧？靠记忆力的。对的。哎，那如果照这个逻辑的话，哎，不如就你们两个谁先开始，不然他们三个轮到我这里，我记不住又尴尬又截止了，这个游戏又结束了。AK 先开始吧。哎，不对，你开始的话那我也是第三个呀，怎么轮我能最小呢？林墨先开始吧。怎么样轮也轮不到最小，他总得有好几个。我第二个，那我来吧。 AK 第三，好不好？来，这是怎么比划来着？就是随便比划，就大头贴啊，大头贴啊，大头贴，大头贴啊，大大头贴啊，大头贴，就这个动作是吧？那就是大头贴啊，大头贴，然后呢我再做别的，再加一个动作，大头贴啊，大头贴。嗯，你也先把前面那个做了。我做了嘛，大头贴啊，大头贴，大头贴啊，哎，大头。好，谢谢，谢谢。哎，我们惩罚游戏是什么？这个游戏他们两个玩吧，好吧？等，先惩罚，然后我们再玩。先惩罚。愿赌服输。不是，等一下，这个不算。我刚刚也是熟悉这个游戏的过程啊，是我们熟悉一下这个游戏的过程。对，熟悉的话要提前说啊，不能这么玩啊。你们不能这样，好吧？我们重新来，我们好好玩。好好玩也非常厉害的，记忆力也是不差的。毕竟刚刚吃了黑芝麻丸，好不好？同仁堂金主爸爸，你们的黑芝麻丸非常厉害。我们现在就是直接来一个，重来，好不好？嗯。大头贴啊，大头贴，大头贴啊，大头贴，大头贴啊，大头贴，大头贴啊，大头贴。你要再加，吃吧，没事。就你知道吗？就有时候这个东西到你那儿呢是躲不了的，老师。我真的有毒吧？哇，我真惊了。哎，这个是给他们两个准备的，你们两个玩吧，好不好？哎，我吃，该吃。好，我们俩玩是吧？哇，这么狠啊！我以为你吃点，你吃一片，我吃一片我吃不下去，我感觉我都。我们玩是吧？非常甜，这个上面撒了就是蜂蜜。好，那还好。来，三二一，你先。好，那我加上你那个吧。好，大头贴啊，大头贴，大头贴啊，大头贴，抄袭一下。大头贴啊，大头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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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头贴。哎，这么比的吗？请。刚才就。你倒是也没有那么大，有蜂蜜对不对？还蛮甜的。好红。还蛮甜的，你要不要尝一下？不要。上面有白糖，好的。哎，没那么容易中招，真的非常无语。哎，你们不要说我，说真的，刚刚好甜啊，其实挺难的。是的呀，是甜的。我可以相信你吗，兄弟？真的，不会害兄弟吧？他们怎么可能让你们好不容易来直播间，我们怎么可能就是让你们吃酸的东西呢？那你刚，他是故意的。哇，好甜啊，这个。对。那要不你再吃一个，真的好吃你就多吃点。好，来我喂你。哎，看到没，就不攻自破，想骗我你还弄个点。哎，好，它好难哦。嗯，但我很喜欢柠檬的那个酸，是吧？但也不能吃太多。好，纸巾。